们的厨房的用具，有铲子，有瓦斯炉，有刀子，有叉子，还有盘子。好，那看一下，妈妈煮菜要用什么？铲子的吗？那我们吃水果要用什么？叉子。那我们妈妈切菜的时候要用什么来切？啊，用刀子。我们有刀子吗？那我们的菜是生的，请问妈妈要用什么来煮，把菜煮熟？要用到瓦斯炉吗？瓦斯炉在哪里？茄子，对，茄子是我们的蔬菜。好，那瓦斯炉用来煮菜的。轻轻地吹它，那小喵可以轻轻地吹它。